箱子和他的院种兄弟们，咱俩吵归吵闹归闹，别拿谈恋爱开玩笑。妈，我不需要。一开口就暴露了本性啊。何苦，都是男人干嘛呢？都是男人干嘛呢？从来没有偶像包袱。为什么只有你没有变化呀？我你跟平时一模一样。对啊对啊。我不要变胖，我是个女明星，我不能变胖。姐姐可以了，够了。怪不得找不到男朋友。我是女孩子又怎样，大家把我当兄弟。和黄子韬双眼小学生斗嘴模式，到底有没有男朋友？哎，不不不，我没有男朋友，怎么又跳这个话题了？不是，你要没有男朋友，哥真给你介绍了。谁呀、啊？给我介绍一个人啊？没有女朋友，你看到怎么样？你可真逗，你那逮着个住了，我还跳河了。他俩还时刻上演分手大戏。别说了，再说我是强迫我，我最不喜欢你这样子。好，那我错了，好吧，我错了，都是我的错，好吗？就是你的错，都是我的错。我为什么非要来 KTV 学歌？你要这么想，我也没有什么办法。我就是这么想，我没办法跟你在一起相处。那就这样吧，你可以干的事你都行。我不想干事就不行，凭什么？哦，看到和李现的吻戏时，就连自己都受不了。天哪，受不了自己喷剧。哎呀，你二一呀！哎呦天哪！翟一山直呼小猴子为妖孽。这个节目我不录了。杨子，怎么又是这个妖孽？怎么又是这个妖孽？我告诉你，没有人选你，只有我选你，我救了你，你知道吗？然而看到肖战时，他的表情有点不一样呢。